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农村狗市啊，然后我们先逛一逛看一看都有什么狗狗猫猫。这边有这个秋田犬啊，这秋田啊，这个秋田非常少见啊。秋田咋卖的？秋田多少钱啊？秋田要价1500啊，但是不怎么好。这边这个叫啥？这个叫啥？啊，老板，这个叫啥？哦，蓝色的卡斯罗，第一次见。这个蓝色的卡斯罗第一次见啊，像这种多少钱啊？这样的也是1500，这一个要2000啊。这个咖啡色的要2000啊，这黑色的1500啊，蓝色的也是1500，但是一不修耳朵就不怎么好看了，而且尾巴也没有结。第一次见这个蓝色的卡斯罗，这边还有小土狗，这个比格，这个比格咋卖的？这个比格要500块钱，因为有点瘦。瘦个圆，哎，都烫了，都也不够用。我们再逛一逛啊，这边还有这个红色的泰迪，这小泰迪多少钱？好家伙，这小泰迪要价1000啊，太贵了。这个呢？这个灰泰迪呢？1000。这个灰泰迪，这个弄大了还没翻、啊？翻了呀。没翻货。你没翻货，伢子都买卖了呀。这个灰泰迪它就这样。这不是真，这不是盐水市的灰泰迪，这个是落地灰应该是。这是浅灰。落地灰。一身灰，黑的，知道吧？这是浅灰。按说弄大了都得，基本上鼻子这边都得翻过来了。都是那个两个都是浅灰，它应该翻的就没了。这是浅灰跟深灰。所以说，一分钱一分货。嗯。这边啊，这边的拉布拉多，这个拉布拉多大爷刚才我问过了，1600，好贵。这边还有战神比特啊，战神比特。就战神比特得1000吧，1000几啊？大的1500，小的1200。战神比特啊，打野用的哈，看家护院也可以哈。这边还有马犬啊，这马犬多少钱？这狗好贵，大家。马犬要600啊，可以啊。太冷了。这边还有这个罗威纳哈，这属于梅系的德系了，梅系了吧？这多少钱？这最低1200啊。这边还有这个土柴，两只土柴，这土柴不怎么纯。这边还有一只博美啊。看一下，这边围这么多人干什么？这个拉布拉多多少钱？600。这个600啊。看一看，这边围的那么多人。哦，这边拉布拉多。哦，在谈价格，啊，马上就成交了。其实这几只不错，泪痕有点重，但是呢，头版可以，骨架可以。600真是不贵啊，600非常可以哈。你看，今天的人非常多啊，拉布拉多也多。反正什么宠物犬都有，这边都是养殖户的啊。这边还有一只啊，就这一个肚喵了，其他的都卖完了。啊，大娘。哦，其他都卖完了，就这一个了。像这一个多少钱了？800。好家伙，人家那边比这还好了，才要600。这要800。十好几斤了。好好好，按斤称的呗，是吧？就这一只了，便宜的600能拿吗？600不行。有需要什么宠物犬、宠物猫的啊，可以私信我。这边还有猫咪啊，还有黄色的博美啊。